咱们省工，年轻小伙叫沈叔，好，军军领东西，准备好，来，老婆，准备好，一人一套啊。笑笑，你放心，该招的工种都招了，该来的人都来了，哎呀，不容易啊，真的。那个，教，该考的本我也都考了，咱这刹车我都能开，挖掘机也行。我就问你，谁让你来的？过两年都22了，我得找个班上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要争取专升本，争取考上大学。就我，我就不是那上学的材料，花钱供我上学也是浪费。总比你这出国打工强吧？我觉得出国打工挺好，干活嘛还分什么高低贵贱？你懂个屁！ 我也想了，你这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家几次，我来呢少跟你折腾，咱在这儿的团聚这儿就是咱家，多好啊！施工间里啊，都是土木工程对口，你只能从这个基层的运输线干起啊。哎，对了，这就是上半年的进度，下半年啊，招猫画虎，争取通顶验收。 走啊！啊！老板，安排好了吧？好了。哎，沈星，你怎么来了？长这么大，认得我不？马叔啊，家里水蜜桃最甜，你年年都偷，年年都打。哎呀！别没大没小的了。 这儿吧，挨着窗户，痛快。可以吗？新来的不是只能睡门口吗？有啥不是都新来的吗？你就睡这儿吧，我睡你底下。你来这儿也不认识个老乡、熟人啥的？我看招聘广告过来的。 我叫沈星，郭令。咱们新来的工友，副主任出来一下啊！不不不不，不用下来，咱们沈哥给大家讲两句啊。今天啊，咱都先收拾一下东西，熟悉一下环境，明天就正式上工啊。给大家提个醒啊，这个地方的治安跟国内可不一样啊，没有工地的批准，谁都不能私自出去。 出去了，出了事情，工地概不负责任啊，明白吧？是。干什么呢？上来呀！哎呦，算了，总工都说了不能随便出客。 我就真没事儿，这小魔怒外号叫小拉斯维加斯。来吧。我这破毛笔够不值钱的，200才合人民币1块钱。 Thank you.
菜有点太特色。开车那么严啊！老板，这个怎么卖啊？哎、老板，是双份了。good eat， 你来，红烧嘛 ？How much？ 好双份了。瓦萨里，哎，瓦萨里，瓦萨里。啊哈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中国朋友干啊，中国人，中国人。两位老板，来我们四季赌坊玩玩吧。我们的荷官比啥子百花坊的花仙子漂亮的多，板上的多哦，在我们小磨龙啊，出名的很哦。天天的，国内没有，那不行。哎天啊！我妈说不能沾土，而且我也没得钱。哎，老板，可以尝试哈。我们可吃小吃嘛，刚刚那些不是看不到吗？哎，老板，体验一下嘛。下次吧，下次试哈嘛。啊、哦，滚菜！我问你，小磨弄好玩吗？啊？也一般。你们俩他妈的把我说的话当屁放！就没他啥事儿啊！我非要出去玩，我不是刚出国想看看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啊？整个三边坡的势力比法律都大。要真出了事情，往京台局谁进条都不给用。你知道每年在这儿丢失多少外国人吗？能找回来的有多少？行了，叫您甭说了，我以后不出去玩了。再敢私自出去，马上给我滚回去！就你不让我拉建材吗？那不出门咋拉呀？快！装车了啊！嗯，马哥啊，瓦萨里，瓦萨里。上完班才去 BBQ 岗。哎呀，再不吃了，我这吃了睡，睡了吃，这裤衩子都穿不上。呀，有身形的嘛，多省事啊。那倒是。来，天文老板，来，一共20件。这个都在这几箱里啊。好。马叔。以后我自己跑就行了，甭跟这儿折腾了。我都跑了好几十趟了。你舅还不是为了你好？啥为了我好？他就是不放心我，还以为我三岁小孩呢。我可见过世面。哼，那你都说说，你都见过什么世面？我上的技校，您知道了，早就出去实习过了。啥算计我没见过？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个话，你千万别当着你舅的面说。他最过不去的就是这个，有啥过不去的？又不是他逼我上的，是我自己选的。那你舅还不是为了心疼你啊？我也心疼他呀。哥，啊？哎呀，老马，这交给你了。雨欣，你跟我出去一趟。瓦萨里，那，
卡片单上靠代号变动来信号地模弄来왜 쓰기 공카하면서 와해? 어, 러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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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모이 쇼도 부처 아? 니회 중국화? 응? 잠깐만 어 니니 카페는 롱 간나이 왜야이? 咱都忙死了。哦，上康买早拿走，白卡在上康，卡里在走。隔壁话讲来啊，卡可养了。喂，他那人能跟来啊？那你白做买单，看不来噶？你人能到哪？我一下火，中国速度，啊，嗯，OK。冇收，大龙大龙，卡边冇收你啊？冷啊，我来个聊个。为啥不签？一个月盖那么大面积，那谁干得了？不逼着人搞豆腐渣工程吗？将来出了事算谁的？那我怎么感觉昂春看着不像本地人呢？他这本地人都是慢性子，他怎么这么着急忙慌的？我不认识，都是三刚介绍的。哎，咱盖那个新豪酒店就是给三刚盖的吧？我这些年在外头干的活啊，基本上都是他介绍的。就，我是感觉昂吞啊，他不像是管事儿，他就像是底下跑腿干活的。不行，咱问问桑康，问问这昂吞背后的这老板是谁，咱直接跟他对接，跟他聊就完了。去去去去去，你懂什么呀？下套先行。那你还叫我来？谁让你来了？啊？我压根就不同意你来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这三边坡这地方不好混。你呀、啊，你在这混个一年半载的，赶紧给我回去，啊！什么？你在这我天天提心吊胆。这都停工一个星期了，怎么还不开工？知道啊。今年过年回去吧。看后面什么情况吧。明年都没过节，过年今年回不回去？明年肯定得回去，但不是将军都回不去吧？嗯，对吧？嗯，好了，今天回家，咱慢点啊。嗯，工作，嗯，你过年回家吧。没有啊，那你不回啊？不是，留着这些多挣点钱。过年工资休息，挣点挣钱。财迷，哎，行动，嗯，大家停工，那就是吧。那休息。我听别人讲是甲方一直拖着不给钱。那点说啊？听谁说？换了卡，他也不接电话呀。卡鲁，别摆包里塞包房卡哇，门几摆，多嘛包在卡了。哎呀，
你能不能回去跟他们说说，再给我点时间啊。哎，实在不行我把这些设备卖了，你的钱我是肯定不会欠的。哥，要不你就告我桑康在哪儿，我找他去得了。你语言也不通，你去干啥？你能干啥呀？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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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哥俩合作这么久了，我知道你是个账。这样，两周之后我再来。啊，你是两周之后你来？问题是他不接电话，不是我。行行行行行。兄，您还真打算把咱这设备全卖了？缓兵之计，我要不这么说，他今天都不得走。一天到晚卖弄你点小聪明，其实你什么都不懂。我就是想帮您分忧，就真没啥我能帮的吗？把那破烂给我扔了。跟自己过不客了，总共白天的呀，肯定不是针对你噻。那我先回个睡吧。睡觉，你来干啥呀？没睡着。白天的事儿，就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啊，没事。你说这工地几百口子人，就等着这点钱回家过年了。那你这是找桑康去？在家等着不是办法，我亲自去找他去。跟你一块儿。哎，行行行行，你回来。你去干嘛呀？你老实在工地待着。在这边做这种工程，这种事情隔三差五总是能遇到的，麻烦是麻烦的，但是能解决。最不济了，大使馆也能出面帮忙。桑康从来没见过官，只是现在联系不上，又不至于走到那一步。不用担心，啊，把门给我锁上。哎，对了，你记得啊，除了舅舅之外，谁都不能相信。啊，把大门关上。我可拿不出钱了。我就跟他们说的不一样，他不可能卷钱跑了。现在主要是怕我舅出什么事儿。他找他去。哪？你到哪去找啊？你去哪儿啊？我找我舅去。我问问他咋回事。我把你叫个叔子，你这会儿这不是添乱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我们公司怎么办？几个必须打通电话，不坚决谁都别想走。晚上过年了，你走了我们谁都回不去。没人。什么？你这叫什么？听我，我说两句，马叔，你最了解我。
从小我爸我妈跟我缘分浅，是我舅给我带大的。咱说不好听的，他真想黑了大伙儿钱跑了，咋不把我带走呢？行了行了，孩子，你看，孩子都说了，咱要相信沈哥嘛，对不对？咱都是乡里乡亲的，那平时沈哥你说对咱怎么样？那每个人心里他都有数嘛，是对，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对不对？他哎，是我就来电话了。好了，快接。哎，你好好接吧。哎，舅，你他不接电话吗？咋了？手机没电了。我找到三康了，这边你就在拿着，给我现金。钱。我就拿着钱了，给现金。那啥时候回来？啥时候？我把东西都锁了，三康咱送过。哎，这就是赶不上过年了，工地上没到吧？你要是安不了大家，你就去请他帮忙协助啊。哦哦，那最快啥时候回来呀？什么情况？沈哥说，我就说。马上就能回来，沈老板，具体是几天呀？多长久我们连年过不了？多久？大概多久？就这几天，就这几天，一定保证大伙儿拿着钱回家过年。你看，哎，行了吧，咱们安心等上几天，好不好？回屋，走，对，回屋，等着啊，坐吧，大家也是心里不舒服，所以这话不折懒的啊，回吧，哎，挺好的，回吧。这些钥匙呢，是我舅那工地里所有设备的钥匙。然后，这是买那些设备时开的发票。然后，这是我今天查的这些设备现在能卖多少钱，加在一起我都算好了，合人民币呢能卖120万。你借过这钱，我呢给你30万，先还你的材料费，剩下的我拿回工地发工资。谢谢啊。我们借给你钱，你再拿我们的钱还给我们，我可是疯了哥！不，不是一回事儿。我是找你个人借钱，因为你不还有合伙人吗？我是为了堵你们公司的嘴。我个人可拿不出这么些钱。再说了，这些设备，等到你还不起钱的时候，我也卖不出这个价。这个市场价都很准确的，小伙子。你以为这是中国嘞？谁会像你们一样一天起一栋高楼？再说了，懂这些设备那样用的人能有好多工？对啊，对，我们就没想卖。你咋老想是我还不上钱的下场呢？我肯定能还上钱，我是跟你抵押，我就真的把钱要着了。我们肯定会来赎这批设备的，现在呢是主要是为了打时间差。你想，我们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家里那些兄弟们都指着钱回家，让我们现在不给钱，那兄弟们明年还跟我们干吗？那人心散了，明年我跟我舅舅得喝西北风，到时候咱还咋合作呀？你咋挣钱？提潘老板，我们中国人。知恩图报，你对我们的好，我们肯定都记着。这设备离开你们就不值钱了。我知道，
我只能给你介绍一个不懂号的。不懂行也行，就是吧，就别是高利贷，就是手里有现钱的老板，多少呢？得给点利息。多少是多少啊？八子沟的水果直通马街最大的边贸老板，挣的可都是大钱，能同意这么低的利息，说出口都没得人信。等一下，你就啥子也莫说了，越快签越好，省着他反悔。是，十个点倒是也不太多。最后确认一遍，一次性借120万，发完工资马上把工地交给八子沟，一个月内连本带息还清132万，拿回所有的钥匙。明白。老子一分钱不要，给你做担保人，你可别坑我。放心吧，地盘老板。皮波。皮波，三弟，红刚猛男呀，皮波，托盘蛮横。哎，你好嘛，慢路。皮波，瓦萨利。蒙一个来上门，安静。满房不露。汉语总听得懂吗？跟你一个样的时间，我不下棋。
把超市那利息还够，钥匙一样搁你。我一定按时。都锁了，我们可哪得住？电话又打不通了，那也不办，反正公司这事解决了，我找他去。找？你认得可哪天找？王坤老板。这是你第一次在昂屯的酒厂做节目呗？不是，你错位置了。哪一批货？前天中的那批。摆动控制歪歪，摆动方向滚。我们补贴买红，你在你玩，在滚菜，我肯定买红。哪个在外面？昂村老板，没，我没恶意，没恶意，误会误会，我看您忙着，我见过您，我是沈建东的外甥，中国人，对，认识。你这几天在哪呀？哦，我刚才去您那厂子里，二楼那办公室找您，没找着。找昂村做哪呀？我知道您认识桑康，桑康呢欠我舅一笔工程款。我舅舅去找他要钱，没想到那个地儿现在成了封锁区了，我就想问问您桑康的联系方式。你不需要找了，多半没得的了。啥意思？什么没得？多满白。啥？不是，昂村老板，不是您告诉我咋回事儿？不是这咋回事儿啊？桑康那伙人跟南博游击队抢地盘，武装干仗，这个时候进去要债的汉堡，你觉得能活着出来个？那您能告诉我，那个地儿在哪儿吗？打克林往西，沿着木桑河到洛克河都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都知道那边是封锁区，你可总是啊？谢谢您。喂！
孟德在哇？他们走了孟南的。我给他打电话问了，我在薄膜军有熟人，能帮你的吗？正好跑趟车，我经过那店，你跟我走了。好，好，那太谢谢您了。我这现在手头上也没钱，等我把我舅接回来了，我们一定好好报答。带护照了？带了。我看看。要护照干啥呀？就算我有熟人，联邦封锁也要先核对你的身份，才能放人进口。哦，对对。在玩混干哦，没弄那么玩嘛，单混干。他们走了我们哪里？昂村老板，封锁区不是在西边吗？地方兵干仗，随时换地方，绕进去了。不想紧张，回个家就到了。OK。不是说好去封锁区吗？你这干啥呀？把往阿腾的事送你去封锁区，你帮阿腾，阿腾就帮你。OK。咱来之前说好的，你先带我找我舅啊。那你自己磕头了，阿腾要忙。出门靠朋友吗？帮帮忙啦！你这啥呀？机械钢。你想劫道？你还要不要靠朋友去？私人艰难得很 ，OK。
哎，吴哥，可毛盘那老鲁死人了，还是中国人？中国人？没见过，让我看看是哪个啊？叫哪？是恩沈西英星，沈星。狗屎！跟我没关系，我啥也敢那样。你是哪个？啥我也不知道。狗屎！我真是。个封锁区怎么走噶？星空，星空，别喊了，外面还有人呢，人还没走干净啊！老板，走空！老板，走空！过来。
哎，好。喂。两米棍不得三伤，慢猛，猛好的难吗？狗屎！谁先的？你是跟到孙兴身边的那个？孙兴呢？他去找他舅舅了，走三天，我也联系不上。这些不是你的冤枉罪，现在就要炸了，跟老板。你滚去！二哥，二哥，我这三天搞那飞机啊，小毛侬还有人不认得，你不认得，认不得。啊！现在找他的不光是警察，还有大盘的菜，老子要死砸喽！我真的忍不得，我真的忍不得，我忍不得，我忍不得！都买的都买的，保本三球，利息当老子喂狗。快快快快！干爹，干爹，干爹！如果他来找你，让他练习这个舌头。赶紧回国，能保条命。你现在回上来了，这回他们是真的走完了，赶紧跑吧。跑哪儿去啊？回国呀。回不了。啊？护照没了。哎，联系这个舌头，偷渡回国。现在你照片贴的马街都是，所以你不能坐车出港，要趁我不能回去，我就半辈子攒下来这些本儿，全让我给毁了。我再给他扔下回国，我还是人吗？你放心啊，果儿，我也不在这儿躲，我不会连累你，我找一个八字哥找不到的地儿。哎，别，辛苦。你现在根本认不得事情有多严重，你躲得了那个 boss 锅，你可躲得了警察，你就算躲得了警察，你躲得了三叔干？啊？三叔是干啥的？三叔是撒鳖坡最大的鳖水老板，鳖水那个人的，专门给沙里那毒贩运毒，那毒贩啊，就连我打工那个世纪毒贩的大老板，都只是三叔手上的小跟班。跟我有啥关系？死掉那个人是财叔手底下很多年的好兄弟，现在道沙说财叔已经上了镖令了，要你命的人根本不止眼前这几个。那人不是我杀的呀，我认得呀，我除了我哪个会信你吗？现在你到这先下来，哥先下来。你要
是不想跑，我就跟警察局私上。哪个指使你干的？莫吧，莫吧。妈，妈，跟警察说，你会好好的配合他们调查。这种你也算霸个战狼，你会受到保护呢。这种好，这种好，走走走，我陪你看。不去不去，这警察啥鸟样你不知道？我一个外国人，我死在那儿他们也不管啊！哎呀，我还没找着爸爸，谁赶紧？我操，星光，这个钱你从哪里搞来的？这枪不是我的。啊？昂吞塞给我的。阿吞？阿吞为哪号跟你塞钱啊？啊？上都有编号，嗯，一样。杀那个人的子弹也是这个编号。昂吞那个办公室的抽屉里全是这种编号的子弹，这不就证明这把枪就是昂吞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哦，是啊，星光，还是你自有办法，你就这种跟警察说。这事不能找警察，警察不会信的。昂吞可以说枪是我偷的，他也证明不了那人就是昂吞杀的呀。你刚才说死的那个人是猜叔的小弟，这冒包冒包，不是昂吞，你不吧？他和我的家舅上做表姐。冒巴就是那个发现昂吞做假酒的人。那一瓶。所以昂吞才要杀了他灭口，就是怕这事情败露。那昂吞最怕让猜叔知道，所以这事儿我不用找警察，我得找猜叔。蔡叔，衣物都啥的了？
就是身心。是你杀了我爸！不是，不是！就是你！西门吗？反托！反托！太柱，太柱，你看，养的，他来着。是可以模仿的。再说他刚刚好像……今天有仗义，不可撒手。Some money, make some money, scare money, don't make no money. Dying, ha, 欢迎来到打扮，骄阳灌木又美的河滩，华美的宝石大的就像鹅蛋，载歌载舞在每一个夜晚。这里是打扮，还缺水缺电缺颗门牙，想看电视先要装个雷达，匮不匮乏都算精华，但别轻易照着爹妈在跟荷官，小心陷阱花完了让你拿单，最符合理不是竹筏就是竹竿，饿了就去摸鱼也不会麻烦。我来介绍打扮，不管你说的英语日语还是中国话，这是深藏不露的交通枢纽，难怪跋山涉水的人们都在领略它。欢迎来到打扮，这里会让汗流浃背多一丝的清凉，忘掉生活里那折磨你的庸常，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的疯狂。 I represent 打扮 represent 生活就像是舞台剧， I represent 打扮 represent Wanna some good shit follow me 高山见水高山湖，不安没有梦想太
跟那样喝完这杯还去麻烦卸货，货这个怕不是个懒人的卸货。哎呀，这萝卜还修啊，快来一车，快来一车。Leave the high light，我讲真，花钱的动作我像人，哈，嘴里的火药平时十分的内敛，但遇到不公就爱喷，遇到机会也爱争，但是通关过路只能去找昆才商议，或者去找酒糟鼻的油灯，没事悠哉悠哉，干嘛引火上身？坑蒙拐骗可别过来沾边，这是大班懂 fuck creators， 不懂规矩找条狗去买，他会给你提示这个地方哪里风大，哈，欢迎来到大班，玩家的天堂也是 hustler 的学校，哈，这里就是大班，你看飘在空中。